这一间如果烧掉的话是大概多少钱？这间烧掉真的是破千嘞，对吧？它这边整个柜子几乎都破50万以上。我这个 mini Kelly， 相信我这一生可能就只有看到它这一次。哎呀，真的第一次看到！这不是明星级，几次要黑掉陈立之？好。我们现在呢，今天这一集呢，要来开上一集，大家有没有看？就是妮姿的其他的这个包款，但是因为它包真的太多，所以我们直接剖两集。这一集呢，主要就是妮姿那些昂贵的包，大家一般人买不起的包。我们现在怎么介绍？怎么介绍？我现在没办法说。你给我一个标准，你给我一个标准。一个标准，好好好好，就是你最近期买过最贵的包，近期买到最贵的。这一期买到最贵的，一定是这一颗吗？这颗我可以吃。这颗我上次有看你介绍哎，这个就是 LV 的喜马拉雅嘛，喜马拉雅，而且他们前几天才出那个就是皮革增展。哎，它这个是还要这样子是不是？这个我可以摸一下。可以可以，你看它这个枕头，它是为了要哎真的哎，它为了要保护它的，还是 LV 的这个枕头哎，它为了要让它鼓起来。你是在哪一个？我是机场买的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是在那个荷兰，我是在荷兰的 LV 买的，那是一次很特别的经验。因为其实我那天我出国其实不太背精品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背一个那个大的那种云朵包，然后穿着也随便，然后而且我还记得我那天是素颜，我就随便穿这样，然后进去，然后他就突然间拿，因为其实我是陪我男朋友去逛 LV，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拿这个包，而且他就是。只有拿这颗包出来，只给你看是不是，对，只给我看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天哪！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天哪，这怎么他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？后面长得像鳄鱼？没有，有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天哪！他那时候拿出来，其实我是被他吓，因为我想说，先问问看多少钱，台湾已经100多，所以你心中已经知道他100多了。对对对，然后我想说，好啦，那你拿出来，不然我问问看多少钱？多少？价格差蛮多的，因为你说台湾买跟荷兰买，对。多少？你先猜多少？你觉得可以差多少？台湾是多少？你要先跟我讲。台湾那时候我知道的价钱是105，但它现在又涨了。那荷兰的话应该是退完税10%，那98，90。90是你觉得这样价差这样子？我想说退税完应该95吧，92、93那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刷卡的时候是77。那你赚到了、欸！刷卡的时候是77万，还未退税哦、喔。然后他退税的时候退了13万回来，还多少忘记了？60几万、对，他等于其实我是快70万买到这颗包，那真的蛮值得的、欸。这个有结账其他的东西。我看一下，它就是鳄鱼皮嘛，然后是这个喜马拉雅，就是鳄鱼他们最珍贵的地方。所以他们看到鳄鱼都会赶快跑啊，对啊，对，他们都会赶快跑了、啊。鳄鱼哇！所以这个你只背过一次是不是？对，我只背过一次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只是想要买来。就是觉得说一个纪念，一个纪念以外，觉得说自己好像有赚到的感觉。因为去一趟荷兰，我都没有买什么东西。然后那时候想说，哎，天哪，买这颗包，然后我是不是赚到？因为已经到现场了。他只能手提吗？他可以这样子，他也可以肩。哦，这是他附的这个皮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有另外一个蟒蛇皮的，所以我那时候是为了想说，哎，天哪。那这个是在哪里买的？这是台湾专柜。那这个你买多少？这个好像18还是多少？哦，它蟒蛇皮的价格就比较对，比较亲民。对，蟒蛇摸了会就是真的是有蛇皮感，粗粗的感觉。对，而且它会不会脱皮呀、啊？会吗？那摸一摸就感觉好像东西要掉了。其实它真的会有那种屑屑感哎、欸，你给他看，它摸了真的有那种收音好吗？对，它真的会有那种蛇皮摸起来的感觉。会啊，这个颜色你怎么会买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很喜欢绿色，我是因为林静才喜欢的。这个感觉是就是很成熟。你说祖母吗？不是，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女强人的阶段才会。有吗？有。真的哦。就不是青春少女会首选的包款。可是其实它蛮好搭的。他感觉就是这个人很强势。真的啊？你觉得我有很强势吗？还好。不敢讲话。对，所以这个是你要怎样的时候才会拿它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边就很重要的场合，有赚到，然后其实自己也很喜欢白色啊，你也看到。对了对了，它这个原价破百，然后它是用便宜的价格，也没有便宜价格60几。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重点是我男朋友在买衣服，那他跟我讲说荷兰是他们欧洲退税退最高的，退到18%。如果我们再集多少钱就可以直接退到18%啊，他这样讲就很像是。就是你来荷兰怎么可以不买 LV？ 对啊对啊，我想说好啦好啦。他的收纳方式我不知道怎么用，我怕给你用坏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对。
没看过这个款式、欸。对，是不是直接现赚四十？真的是现赚四十，可是那二手卖会有人会超过你买的价格？应该不会想要二手卖了。不会、喔，但你也没有调查它的二手市场。没有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它，因为我其实有看，就是跟几个朋友聊过这件事情。嗯，就是女生卖包包其实很少。因为你到底、oh. 你都可以买这个包了啊？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会让你想要卖包？对，想要把这个包、oh, 对耶，你都可以卖这个包，其实你好像也不会缺卖掉的钱了。对，就是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， oh. 然后有必要去把你心爱的包包把它拿出来？啊，可是如果是真的很久没有在背的，就想要出掉。会，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一层喽。来到这里，那个是铂金包吗？对，铂金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那时候就是。有哎、欸，我刚上一集有讲嘛，就是2020的时候实行风、嗯，然后那时候我研究爱马仕，就是发现说他们有四大金刚石、哦。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摸到铂金包。哦天哪，我的荣幸哎！我特别开心，全面开心是不是？来，我给你们看四大金刚色，你全包是不是？一定要收集铂金包包色哎、欸，一定要收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说，就是像劳力士啊、爱马仕，他们玩的。最终都是在玩颜色，跟那几个经典款而已。对，然后你可能有一个，你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也要再另外一个，这全部都是经典款，买了也不会再卖了。怎么那么好看、啊？这都是25的，因为我是那个25就是最夯的，最夯的那个款，对啊 ，size。然后这个，哎、欸。这好像是奶昔白还是什么？好好，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太灰了，灰灰的。可是这样才很有质感呢，很冬天感呢。我后来发现说，其实我好像比较喜欢奶油白。那这四款哦，这个康康包是不是？你其实看。奶昔白跟奶油白差、欸、真的哎、欸，它就灰灰啊，好灰哦、喔，就整个灰掉。你要很白是不是？因为我后来发现说，我喜欢很白，因为我那时候想说，我以为是脏脏的，后来发现说，靠北，它是颜色。哎、欸，可是你有没有在代购比价？你是代购给你开多少钱就会？我跟你讲，代购我没有比价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，就是我相信这个代购，那他卖我挣的。他卖我挣的，不管多少钱你都买，没关系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能、欸？因为其实我觉得买卖在信任啊。哎、欸，如果说它很便宜，你是为了比那个便宜，但是你买到仿的，那是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。哎、哦欸，但是你有没有人在你的留言底下说你买假包的讯息？我跟你讲，通常都会有。那怎么办？通常都会不是那个，就不要理他。我 YT 通常都会有，我 YT 通常都会有。哦、可是我觉得那很正常的、欸，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他只想要刷你的，因为对，还有遇过那种说我的手机是仿的啊。你说连 Apple 手机都说你是拿仿的手机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可能只是无心，就是想说刷一下存在感、嗯，他们并不是真的了解这些东西的人。那这四个价格都一样吗？这四个价钱不一样啊，因为也是不一样时间买的。我只记得这颗是70，因为我是跟他买的。70。然后其他可能都60几。哎、欸，他这样真的卖很贵。那这样迷你凯莉，哎、欸，这样迷你凯莉真的贵，他这样要78、欸。对啊 ，mini K 是里面真的最夯的，最夯的，不是说包越大越贵耶。没有，它其实很好，所以你就是把所有的金刚色全部都收齐就是了。对啊，那你最近有在收集什么包吗？收集什么包？就是你有在想要找什么包？哎、欸，你后面那个是第一代的凯莉吗？对，一代的、那個。因为我后来发现说手拿很有气质，真的，一代的也是绝版款哎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、啊，它那个很好看哦、喔。嗯 ，Oh my god。这个真的有一种，它有一种复古感。它虽然是很全新的状态，但是你看得出来它是有，就是年代款。哦，好好看这个很好看，而且这个买不到。而且我怕我的光亮碰到它。这个买不到了，真的是买不到了。这样拿着，可是它很麻烦，它就是要一直拿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也是锁定好这个包。我那时候是先买，我第一个买的爱马仕是这两颗。康康跟这个迷你凯莉，然后纪念这样子、嗯，然后之后后来发现说這，就是这一颗是初代的凯莉，手拿也超好看的，所以就会一直陷下去。所以你就锁定好这一颗，对，然后黑色。那这个多少？嗯、这个那时候好像50几吧，因为都很早买。那现在要多少？哎、欸，现在我其实不知道，因为我只有买这一颗而已。嗯。对，然后这颗包那时候是代购跟我讲说有一颗是粉红色，然后价钱不错，但是因为它的皮革不一样，它这个是比较容易。它跟这个皮革是一模一样的，然后这个是荔枝皮嘛？对啊，嗯，然后这个好像就卖我比较便宜，就60多少？有比较便宜吗？我听不出来，我现在听说50、60、70，我其实都已经麻痹了。我觉得正常来说，它应该是要70或60几，他、可能觉得就是有些便宜个几万块、就是很便宜的这样子。那你这里有最贵的吗？爱马仕最贵的吗？我觉得好像是这，就是那一颗78了，是不是？78。哇，好啊 ，Lindy， 你有在背哦？Lindy 有，我跟你讲 ，Lindy 也是要收集的，就是 Mini Lindy 跟这个。他都要收集了怎么办？妈妈包。Oh my god， 这也是我第一次摸 Lindy。哦，你说大颗的吗？都小颗的也是。
因为很少，我真的很少。可是林静也有买哎、欸。真的吗？那我上次没看到他家里有，他可没看到哦。林静摸起来好舒服、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整个软塌塌的，对，他这样子，对啊，超方便，好舒服哦。啊，他这是 mini。那爱马仕，你有最推哪个包款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包真的很实用。就是如果这三个的话，你会觉得我跟你讲，一定要买、這個，一定要林迪是不是？你们如果真的是实用性高的话，真的是要买这个。我觉得我当妈可能会一直背这个，因为它真的什么东西都丢得进去。它这个出国什么都超不方便的，它这个是这样子，它也没办法斜背。它这样子吗？真的很不方便啊！出国不会想要拿这个，对，除非就是、哦、重要场合。也许就是有一些那个贵妇，他们是请保镖或者是人家帮忙拿东西，可是就是我们。只是 追求好看的。嗯，这个 Lindy 是真的是实用包型的。哎、欸，这颗也是必买啊！你看，哪一颗？这个 Lindy 有没有介绍？有这个 Kelly 吗？我跟他一起买的，我们跟一模一样的。啊，你们买一模一样的？对啊，你看一定要黑银，黑色一定要黑银。所以你们价格是一模一样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是买多少？七八？对，好像是哎、欸，七十几。哎、欸，对耶，那我是不是也是？那这个应该也是哦、喔。对。因为它这个黑银本来经典款就比较贵嘛，这个好好看哦、喔。这个超，而且我跟你讲、嗯，它这个出国也是很不方便，就是因为我它就印在那里，它就是太多东西了，然后很像你要这种可以延展性的，就是对啊。所以这个会被它出国，这个会，嗯，真的价格就比较低一点。亲民，我记得我那时候这颗买三十几，三十几，哦，真的好看哎、欸。Oh my god， 好亮晶 ！Oh my god， 你到底是还有爱包色啦？你要干嘛啦？因为它其实颜色，我跟爱马仕真的玩的是颜色，有没有？就是不同种颜色。哎、欸、呀，它这个是不是真的？我好恐怖 ！Oh my god！ 你不要乱弄色，你不要乱弄色，乱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放在地上就好。怎么会真的？你怎样？我们自己家没关系。嗯，这种绳子里面都有东西啊。对啊，你看，好厉害。那是什么？湿纸巾。对啊。你直接用这样湿纸巾擦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因为这好像是刚才用到的。好。对，可能刚整理的时候用到。嗯，你是买完一个，还是你会一次就包色？没有，我们都是分开买。都是分开买。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女生很三遍，没关系，这个你放在地上就好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是我家地上啊。好好好。你看，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买一个颜色，你就会再想要就是另外一个颜色，然后这样子去。啊，它又是款式那么经典，嗯，像你看这个红棕色跟这个颜色完全不一样。可是我每次背出去的時候，它每一年都出新的颜色。人家以为是那个，就是是一样的颜色，因为其实你开很远，你没有，你没有比较，你就看不出来。对对 对，比较之后就真的是。所以它其实是比较红一点，比较适合冬天。对对对，这个很轻，这个蛮比较随性一点。对啊。这个是什么颜色？蓝，这个是那个 T0 雾霾蓝。雾霾蓝哦。这个很那种很清新的感觉，对，那很适合夏天。哎、欸，但它有一个什么气泡绿，你怎么没有想要收集？是最新的颜色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我听过它有个气泡绿，也是很清新的。因为我很久没有那个了，在买包了，对，很久没有在观察爱马仕了。哦、然后你这个是那个杏仁绿，哦、这个颜色超高级，而且也是很白。而且你看我对它的热爱，哦，就是款式康康。这四大金刚色里面。想要把它加进去，有没有什么小红书的把它加进去？有没有五大金刚？四大金刚是小红书说了算，是不是？我太喜欢它了啦！嗯，真的很高级耶，真的很高级，真的很高级，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用。好，那我可以买这个，可以完全可以。Oh my god！ 哇，它这是怎么的？按两边。哦，拉起来吗？是直接拉起来吗？按两。哎、欸，什么？哦，姐妹开心开心。这个很不适合我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适合这种小小的这种小公式包感。我就说这个比较适合。这种就是哦，不喜欢买。姐妹开心，姐妹开心。可以给自己目标啊。哎、欸，但是你就完全没有其他的牌子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不会买什么巴黎世家、Fendi 或者是？我之前都有买过，然后那个一下子就被我就是嫌弃了。嗯，就是背不会容易腻啊，会腻是不是？对。我觉得我太容易把它抛弃了，就是感觉自己不是真的喜欢。好，但你就真的香奈儿跟爱马仕就不重要。对，我发现我就是走进去，几乎我一定会买东西。那你爱马仕硬要丢一颗，你会丢哪一颗？硬要丢一颗，其实我会丢那颗红色的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颗那时候就是我跟那个代购在刮干净，然后他就讲说，亲爱的，有一颗那个。有一颗价格还不错，它是有 NG 还是什么吗？所以其实里面并没有喜欢那个颜色。我觉得我有喜欢那个颜色，可是我就是那个颜色可能一下子就腻。但是我想问，那颗绿色你喜欢啊？这颗我喜欢啊，真的。这颗我真的喜欢，而且我其实之前背它很多次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很高级。
哦，应该都是 你喜欢那种很女强势的颜色、欸。买到后面一定程度之后，其实会越来越懂得欣赏一些，就是自己平常之前不会懂的颜色。对，因为这个好，我必须说，这个在一般人眼里它是特殊色。啊，对对，真的是。真的是，我懂你在说什么。对，我不，因为我不懂。可是你是到后面才开始喜欢上这个颜色，是不是？我是因为林静啊。哦，真的吗？林静喜欢绿色啊。对，可是因为真的很难搭哎、欸。很难搭，可是搭起来真的很好看。就哦、好啦，有懂的观众朋友在下面留言那个这个颜色的包包，因为这个颜色我真的。我以为没有人会买。我完全懂你在说什么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爱马仕有个叫做海葵紫的颜色。我不知道海葵紫。对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，叫海葵紫。所以它的紫是很奇怪的紫。然后他说 base brand， 我其实就觉得很问号，因为他是我好朋友，我就会直接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你买错了是不是？对，而且他说要不要买，要不要买？他一直这样来跟我说要不要买，要不要买。我就说，哎、欸，真的先不用，没关系。后面才开始懂吗？完全不懂，我到现在还不懂。对，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是哪个紫，海葵紫。来，观众可以。好啦，谢谢今天这个尼斯来分享他的包包，我觉得我今天是大开眼界，因为这些都是我平常就是没看过的包包。真的很开心你们来哎、欸，我才很开心你来分享。啊、我很久没有整理这里的，很开心。好好好，真的是另外一个等级，对不对？嗯，林静，因为林静还是跟我一样喜欢买很多牌子的不同包款，对，但他很专注在香奈儿跟爱马仕身上。其实他就是踏过我们前面的路。哦、真的吗？什么意思？哦，因为我真的有想过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一直觉得说，我不想要一直重复买，然后我想要经典的几个就好了，是有这样的路，经典的几十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啦，谢谢这个尼斯跟林静，谢谢。那我们之后如果真的还有机会，再来看尼斯又买了什么包包。好好好，可以。谢谢大家喽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